实际人啊，在这样的无保护也好，极困难户也好，他就以政府来合作入户关怀，今年很明显的都看得很温馨，这都是人间菩萨所愿，苦难众生有的是生活物资过不去，有的呢心灵无明啊，这个方向偏差，这都是菩萨的法要渡进去，拔除苦难啊，不分心灵或者是物质，总是呢人间需要菩萨，天长地久啊，总是呢要有这一份爱把它拉长扩大，天地之间不就是无灾难吗？因为社会就祥和啦，因为呢是人心有爱啦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这都是我们今年要努力的方向。看到了，不论是一个拥抱、一句问候，都让大家好温暖。其实说到了，不论是贫困户还是特贫户。